第一套 look， 这个卫衣是 Urban Outfitter 的，表面带着字母，有一种活泼跳跃感，衣服前摆塞进裤子，随意洒脱，轻松自在。第二套 look， 这个卫衣是 Tommy 的，配 Forever 21的牛仔裤，很年轻减龄。第三套 look， 这个卫衣是 Ralph Lauren 的，配优衣库的长裙，休闲感满满。第四套 look， 粉红色带有校园气息的卫衣配牛仔裤，好像回到了学生时代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如果你也喜欢的话，就给我点个赞。那我们下次视频再见。